掌声有请参加本场比赛的运动员入场。福建邱奇元，广东欧玉山，浙江特美营杯体操队张青颖，广西韦小元，浙江特美营杯体操队张欣怡，江苏左彤。安徽月月，广东胡家飞，湖南高速体操队周雅琴，河北田卓凡，北京杜思雨，上海张锦。河北贾若仪，上海秦心怡，安徽何立成，山西于寒月，请全体起立，面向国旗，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请坐下，运动员开始准备活动，每位运动员准备时间为30秒。担任本场比赛的仲裁主任是朱杰亚。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2023年全国体操锦标赛的赛事。朱丽萍，今年我们是正式进入到了女子个人全能的角逐。
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呢，为了给大家带来更好的收看体验，我们是邀请到了前中国女子体操队队员、奥运冠军杨依琳。依琳你好。曹英。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在昨天呢，其实是已经结束了男子个人全能的角逐，今天我们把目光是聚焦到了女子个人全能的决赛当中。在第一组呢，有六名选手会是大家期待值比较高的运动员，分别是邱奇媛、欧玉珊、张钦敏、韦小媛、张欣怡和左彤。那对于今天的女子个人全能，想一下杨依琳对于今天的比赛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期待？今天的比赛已经到运动员们的第三场比赛了，希望他们有一个很好的状态。然后这是第一场个人展示的比赛，我们应该会比较聚焦在第一组的六位选手上吧。对，那在之前，您说，然后不知道今日第四组的吴然状态是否可以调整好，能不能往前冲一冲？确实会比较关心广东选手的一个表现。因为他冠军赛是全能冠军嘛，然后这一次预赛可能发挥不好，所以他调到全能的第四组了。希望看到他及时调整好状态，把自己的全能水平拿出来。是的。那今天的这场比赛呢，所有的选手是分成了四组，那么每一组呢是有六名运动员。那在今天的比赛全能方面呢，每名选手是要比拼跳马、高低杠、平衡木和自由操。那现在也为大家是呈现出了在第一轮当中四个不同项目的出场顺序。那这就是我们格外留比较关注的第一组的六名选手，也是在之前资格赛排名前六的运动员。他们在第一轮当中要首先比拼的是跳马的比赛。是的，跳马他们在全能的比赛中就是一人一跳，如果是要进跳马决赛的选手，他们都会有两跳的储备嘛，所以看看他们会选择哪一跳作为全能比赛的动作。是在之前依琳也是跟我们一起解说了团体赛的一个赛事，那是在之前的团体赛呢，也给大家汇报一下赛况。那在之前女子团体赛的比赛当中呢，广东队是实现了七连冠，拿到了冠军。而在这之后呢，排名第二的是浙江队，排名第三的是上海队。现在我们正式进入到今天女子个人全能的决赛当中。画面中应该还在做一些准备活动，然后跳马比一跳的话，每个人有两次的活动机会。哦，我们现在给到自由操吴然。细腿转四圈。900阶前屈一个 DA 的连接，蹲转两圈完成的还不错。自差结环，自差180，一个舞蹈串特定的完成。电子小弯720。电子小帆弹两周，跨跳结环，弹两周。他在
团体决赛的时候就有一个向后退腿软的动作，他到这一场还是有点虚，所以落地还是有一个反弹，没有大胆落地。嗯，应该是手扶地了吧。扶地了都要扣一分。那我们看张清颖的跳马，侧手后直360，动力性和速度都不错，落地也还可以，是一个4.4气瓶分的动作。张清颖在之前的资格赛，他是排在个人全能的第三名。今天比个人心态一看就相对轻松一些，还会状态松弛了一下。看看啊，没看到。现在张庆和吴然刚才的分数都是已经重现了出来。奥运上马上再开始。电子小帆后直360，4.2的起评分啊，今天的动力性会好一些，落地向后退了一大步。嗯，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可能对于欧玉山而言，对于他的平衡木和自由舱，我们的关注度会更高一些。嗯，对，但全能比赛还是总体看他们四项的稳定发挥，然后在自己四项的强项上，希望可以多拿出高水平高质量的成套，这样子在那个总分上可以和对手拉开一些差距。看邱奇源的表情还是比较轻松的，还比较期待他今天长大一岁，可以成熟一点，不要太紧张，把自己的动作能发挥好。对，他也是在这次全锦赛的比赛过程当中度过了自己的生日。13分，一分得分，完成分8.8。好，邱奇源的跳马我们来看看。前手前屈180，动作还是算蛮干净的，然后整体这里看远度和动力性都不错。刚才完成比赛的是来自福建的选手邱奇源，在之前的资格赛的他是四项总分54.6，排在第一。姿态，空中姿态控制的也很不错。这个动作是4.0的之前的团体赛到今天的全能赛，您觉得在跳马的这个赛场上，大家无论是在难度和完成上，会有一个什么样的表现？跳马吗？对，因为感觉好像在团体赛也是以360居多。嗯，我刚刚看了一下，确实是360居多。那
电子小盘360是 4.2， 所以都只能转360了，我们就选择了侧手透值360，多0.2的起评分吧，就看看他们的腿部力量还有这个上马顶尖能提高的话，冲一冲540和720。但是今天这几个跳马看起来比他们团体决赛那场要好一些，跑步啊上板整个推手动力性都远度都会舒服很多，不知道是不是团体决赛太紧张了就影响了他们。他的跳马的分数跟他在资格赛的相比是要高了一些。左彤刚刚跳了个什么？我这里有点卡。我刚才也是这个画面突然停顿了一下。360，像又跨出了一大步。但凡是空翻落地向马的方向，如果是动力性不足向前迈步的话，都会有一个。落地走步加动力性不足翻转不足的扣分。左彤是一个比较偏细长类细长型的运动员，身形修长。左彤在今年也是参加了全国体操的冠军赛，是进入到了女子自由操的决赛，当时她是排在了第八，那在个人全能方面呢她也是排名第八。合同12.550。浙江队的张欣怡，我们来看看。侧走后直360。有点落地双脚跳踩左边的线了。张欣怡其实她在无论是之前的冠军赛还是现在来到了全锦赛的赛场，在四个项目当中呢她的完成分的质量还是不错的。当时在全国锦标赛的时候，在这个全国冠军赛的时候，在四个项目的完成分均分都是在8分以上，而且他成套的熟悉程度也比较高。校园今天这件体操服很好看。裴小媛也是今天在赛场当中大家会比较关注的选手。8.5的完成分，张欣怡的跳马。好，小袁准备跳马上场。
电子小盘后值360，想要站稳的动了一小步。其实也非常想请教一林，在跳马的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啊，对于选手来说，他们在最后这一站，对于他们的这个腿部的力量是不是有着非常高的要求？腰膝踝的承重力吧，你再从一个翻转加重是比自己体重大出2到3倍的着力，所以需要一个较好的身体素质的储备。嗯，所以今天跳马的比赛还是看谁能更稳。对，这个跳马的难度对他们来说不是很大，所以平稳发挥，主要看后面三项。那第一组的6名选手应该是已经全部完成了自己跳马的角逐。嗯，8.75哦，这个完成分很高。嗯，12.950的总分，他自己也是很难以置信。现在高低杠和自由操的赛场呢，还在继续进行着第一轮的比拼。今年的全锦赛呢，其实对于所有的选手而言也是至关重要的比赛，因为在这场赛事当中，全锦赛呢也是作为了世锦赛、亚运会、大运会这些国际重大比赛的一个选拔赛。那今年的全锦赛呢是为期8天，我们是来到了决赛的第4个比赛日。好，我们来看看一下平衡木。毽子后弹360掉木了，四叉跳接稀松跳，一个舞蹈串的特定完成，细腿转720。女生前空翻接鹿跳，前侧空翻地主。毽子1008下，新周期就是鼓励大家做一些高难度的下法，所以是地主的下法及以上的，就会有0.2的加分。对，他刚才是做毽子后直1080的下法，在下法方面呢是具有 F 组的难度。对，上春松今天在赛场当中属于大龄选手了。25+了吧，松松应该是。对，96年出生的选手。嗯。
风景的高低杠，高杠跳上，摆到立成反握，分腿躯体前空翻 ，hug， 地主一个高换低杠的特定，蹬杠沙波低换高的特定，接 finger， 立地迎 A， 蹬杠360。盘旋，我觉得对于高低杠不算张紧的强项来说，他这一套完成的算不错的了。对，因为张紧的话，他在昨天可能给大家留下一定印象的是他的平衡木和自由操。那在昨天前天的这个女子的团体的决赛当中呢，上海队也是有所收获，拿到了今年全锦赛的铜牌。湖北队的陈心怡，1008回笼，这个运动员身材好高挑啊，应该比较吃完成分吧。这个四圈应该是没有了，四叉结环腿特别长，四叉结环180。团身后空翻两周地主，900地结束串900。这套难度不是特别高，但是他的身材呀，然后他的条都特别漂亮，就是、一看也是偏，对，他姿态，他不仅是姿态，他那个看着也像是比较有力量型的运动员，外形还特别好看。陈心怡之前也是在全锦赛的赛场当中，去年是有在今年的这个冠军赛的赛场当中呢，是有个不错的表现。他是在自由操拿到了金牌，也是实现了新周期湖北体操的首枚金牌。啊，这名运动员是上了青少年世界锦标赛，拿了不错的成绩，是吧？于涵月，是吧？对，来自山西的于涵月，来看看他的平衡木表现。平衡木是他不错的一项，毽子拉拉提，子后直落地不够狠，跳下来了，横木竖分跳，挺身侧空翻，四叉跳接横分接小翻，一个长串的连接加分0.1。镊子侧空翻地主，
蹲转两圈很漂亮，那个地主的蹲转，静物的舞蹈。现在是团两周，嗯，上法很漂亮，希望他今天顺下来的。动作的规格还是有的，然后第一串大的技巧串应该是有点歪，然后就蹦下来了。嗯，确实如依林所说，在今年的世界青年锦标赛当中，于韩月呢是在平衡木有着出色的发挥，拿到了金牌。啊，这名选手今天在赛场当中也是呈现出了比较沉稳的表现，虽然在您说的键子加后直的时候呢，这个串出现了断，要掉木要扣零点，要扣一分。蹲转做得很漂亮，这名运动员去年到今年这一年的进步还是蛮大的。嗯，他整个动作的规格还有那个档次都拉上来了。在之前的全能的资格赛当中呢，这名选手是排在第16，也是今天场上所有参赛选手当中唯一来自山西的运动员。嗯，运动员开始准备活动，每位运动员准备时间为30秒。好，现在进入到第二轮的比赛。第四组高低杠第一组平衡木。可以看到，在第一轮之后呢，邱启源是排在第一，欧玉山排在第二，张清颖是排在了第3位。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今天比赛的第二轮。那第一组的6名选手呢，在第二轮的时候则是会来到高低杠的赛场。在看过了第一轮的比赛之后，也想问一下依林，对于选手们在第一轮的一个表现，你觉得大家的发挥如何？今天我觉得从他们的表情啊，然后在器械上完成动作的感觉，会比团体决赛心态上会更轻松一些，因为这是没有团体压力这么大。然后在完成动作的时候，暂时从第一轮看到的项目来说，也在一个稳定发挥当中。那在今天这场比赛呢，其实3、4组的名单的变化呢会比较的明显，因为在之前的资格赛呢，唐熙靖、张琪和陈牧童都是进入到了今天决赛的争夺，但是今天的决赛呢，3名选手都退赛没有参加，所以就由周玉莹、陈欣怡和吴然来递补进入到3、4组当中。他们是应该要准备
自己的单项决赛，所以放弃了全能决赛的参加吧。唐熙晋，对，而且再加上这三名选手呢，在之前的比赛当中，尤其像唐熙晋也是队伍当中贡献力量比较大的一名运动员。嗯，画面我们这里还第一组的第二轮高低杠这边还在做50秒的热身。嗯，现在是张欣怡，应该还有3位选手没有热身。现在是韦小元的热身。在高低杠项目上呢，他一个成套完成有4个特定要求：低杠换高杠的动作，高杠换低杠的动作，加上转体360度，还有空翻类的动作。要完成这4个特定的动作才能拿到这个项目的特定2分，然后再根据选手的动作难度配置取8个最高难度的动作，再算上他的0个加分，这样子最后得出运动员的地分，就是难度分。是的，除了难度分之外，他们也确保他们要确保比赛上也有很好的完成度。跳马镜头这边是聚焦到了第二轮的跳马，侧手后屈跳马的赛场呢，则是由第4组的选手在进行着比赛。很干净的一个简单的动作完成了，3.4的起评分。动作质量很好。第4组的选手已经完成自己一跳的是湖南的选手胡林和欣，那刚才镜头也是锁定到了湖北队的陈欣怡在做着准备。嗯，那在自由操这边的赛场呢，则是由第3组的选手进行着角逐。这是运动员呀还是体操迷？应该是在录比赛视频。欧玉山高低杠第一位选手准备上场，来自广东的欧玉山。高杠跳上，
正转反零转接躯体并腿前空翻，一个异地的连接 Park 空翻地主高换低完成了，登杠沙波接金格尔地地连接，登杠回环特定完成，团旋哦站稳了，团旋下法，在刚刚今天欧玉山的这个高低杠、今天和他之前的比赛相比，您觉得他今天状态怎么样？决赛没有看到他的高低杠展示吧？今天这套我觉得还挺优质的。因为欧玉山在资格赛的时候呢，他的高低杠他是拿到了13.450。对，今年很明显感觉到欧玉山的比赛心态平和了很多。对，而且他今天这一套高低杠呢成功的顺了下来，刚才他的下法也非常精彩，5.5的起平，13.6。对，这是在第一组当中第二轮首先已经完成比赛的广东选手欧玉山，接下来看到的跳马，这是第四组参与的赛事。见小翻后直360落地有、来我们看看邱奇源的高低杠，摆到立成反握零转，一个一组转起，又接一个一组转起，0.1的连接加分，直体前空翻断开连接了是吧，这个并涛360接分涛躯体特卡 Park 空翻登杠180飞上一组环旋，哦漂亮，一组的下法。感觉他们今天出状态了，越比越来劲了。而且对于邱启源来说，他的高低杠的难度值就很高。对，他的连接他的单个难度的价值就很高，然后如果全连的话，他整套的高低杠起平分是非常高的。对于邱权来说，在高低杠赛场还是给其他的选手施加了比较大的压力啊，呈现出了有这个 E 组的难度 F 组的难度。对，也是在今年全国锦标赛24号的时候度过了自己16岁的生日啊，之前在冬训的时候呢也是积极的备战着全锦赛，包括在平衡木他今天也会呈现出自己的新动作。他的动作质量很不错，然后动作难度也在这里，就是两个转体接直体叶格尔的时候断连了一下，但是对他这一套高难度高质量不是太影响。来看一下邱奇源的分数，6.5的难度，8.25完成，14.750的总分。是有动作不算吗？
哇，他这一套直接就拉欧玉山一分多，他的高低杠的这个 难度值就有直观的呈现，而且今天这场比赛呢还是具备着发挥的不错，对，他左同的高低杠准备上，来自江苏的左同，腾身沙波飞上，地主接皇帝地，又一个飞上接金格尔，又有弟弟的连接，正转反360接躯体并腿前空翻，单杠360地主接团旋下，又一个弟弟的连接，来自江苏的左同也完成了自己的高低杠。左同是大运动员了是吧？左同他相较于其他的选手来说呢，之前也有参加过全运会的赛事，在赛事经验方面呢会丰富一些，而且之前的资格赛他是排在了第六位，表现比较出彩的是他的平衡木。对，看这个动作高低杠应该不是强项。对，而且这名选手呢其实在年龄上2006年生，就适中的正好的年龄。对，左同6.0 7.5 55 13.5，吴然做了个健身小翻后直360。吴然进这场比赛呢也是递补进到了第四组当中。这样随着吴然完成这一跳呢，那第四组在跳马这一环节也全部完成了自己的比赛，完成了自己的第二轮。其实还挺想看一下自由操的比赛的，因为一直听到自由操的音乐。对，还有去年，自由操冠军是月月是吧？安徽队的月月。哎，我们高低杠张欣怡上场，前腾身，一个进杠回环接360一组，360一组，躯体并腿前空翻地组。Park 空翻地组，前腾剩180角度稍稍有些过，登杠弧形上 C 组，直两周又一个站稳。D 组有一点出状态了，大家都很想要呀。在高低杠的赛场，今天大家也是竭尽全力。刚才完成比赛的是来自浙江的张欣怡。浙江队的大小张、张清颖和张欣怡呢，这次都是进入到了全能赛的比拼。是的，他们都是偏力量型的难度全能选手。
5.6 7.1分完成分7.95 13.55最后3.50到韦小人了。好，我们看一下韦小人的高低杠。丙涛360奔杠飞上异地接黄玫瑰接 Park 空翻，三个动作连接登杠180一组，360E 躯体前空翻 B EED 的连接徐亮洲，下法不错，远度很好。来自广西的韦小人，小人在高低杠方面，这是他比较擅长的项目，也是拿到过高低杠冠军的选手。在去年的世锦赛呢，他是蝉联了女子高低杠的冠军。对于小袁，韦小袁今天的表现，依琳觉得如何？正常发挥吧，状态调整的还不错。然后整体，因为去年是看现场，今年是解说，我不知道是不是有这个区别。我觉得今年整体他们的状态好像调的比去年要好。然后这一年的变化吧，对于女运动员来说还是蛮多的，长了一岁啊，然后身体的变化，心态上的成长成熟，可能面对赛场他们不再那么惊慌，不再那么无措，他们可以更好的感受赛场的时候，他们就能更好的控制自己，完成高难度的动作，并且会尽可能的出优质套。刚才也是看到了韦小人的分数，6.2的难度分，8.4的完成。那么在高低杠方面呢，他是拿到了14.6分。这是第一组，最后一位要完成高低杠的选手，来自浙江的张清颖。高杠跳上，躯体并腿前翻 D 组，蹬杠五，蹬杠，躯体并腿躯体特卡。没有抓到杠子，会不会再补一个呢？这是登杠360第一组接黄玫瑰第分腿分涛接登杠飞上接大热环特卡地地连接炫下团身炫下完成的不错，就是中间还是出现了断开，这个难度有点大，他的预赛是不是也是这里出现问题了？他是在高低杠上出现了掉杠的情况，而且目前他的高低杠并不属于他个人发挥比较稳定的一项，相反他可能在平衡木的赛场上会更好一些。不过在团体的赛事当中，张清颖的比赛状态也是有微微紧张。对于他自己而言呢，高低杠并不属于他最优势的项目。
对，他现在需要赶紧冷静一下，想好他后面两项对他拉分比较重要的屏幕九操 5.4 6.8 的完成 12.2。 对他来说这个分数呢现在可能跟之前的韦小元相比呢会还是存有一个差距。嗯，好，准备换项了，我们就正式进入到了第三轮。那每轮呢选手们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呢是要比四轮，四轮是有四个项目。那进入到第三轮之后，那第一组的六名选手将要进行的是平衡木的角逐。现在我们要看一下的是周雅琴这位来自湖南的选手，这应该回放的是他在第二轮当中的平衡木。周雅琴的屏幕镊子空翻接横木团身360接冰棍360。挺身前空翻分腿接环接倒叉，这个连接看看裁判怎么认定。1008下。其实他的这个平衡木在中间的时候，看到他的连接还是有一些小小的惊险。最后的1080下 F 组的难度，在今天这场比赛呢，也是在平衡木的赛场上有比较高效的精炼的一个呈现。嗯，那体操比赛中难度分的认定就是 A 组价值 0.1。B 组价值 0.2， 以此类推。那么到了 F 组，它这个难度就价值 0.6 了。今天它的这个下法应该是它今天在平衡木当中非常精彩的一项，也很不容易啊，今天把这个平衡木顺顺利利的比了下来。他今天这件体操服像一个战士。周雅琴在之前女子个人全能的资格赛当中呢是排在前十，总分呢是以 51.10 分是排在了第九位。那在今天的比赛呢，她是在第二组来进行角逐。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到今天比赛的第三轮，四组的选手呢继续进行换项。那第一组的选手呢要进入到的是平衡木的赛场，第三组要比拼的是跳马，第四组要比拼的是高低杠，第二组呢则进入到了自由操的角逐。第三轮
那平衡木的成套构成的特定要求呢，是有技巧串，技巧串比如说毽子后直，或者小帆后团，小帆小帆后直，看运动员怎么配备。舞蹈串就跳步串是四叉跳接分腿跳，或者是原地的狼跳接稀松跳，看怎么组合，如果有更高难度的配置的话会更好。然后还有是不同方向的空翻，前侧后不同方向的，然后立转，四个特定的要求完成了就可以拿到这2.0的分数。嗯，因为在之前的女子团体的赛事当中，依林其实也有看到选手们的一个表现。那当时其实我也比较好奇，在平衡木的赛场，您对于谁的发挥印象会更深刻一些？邱奇源上了，好，我们先看邱奇源的平衡木。好。小翻后180前腿。还是难度比较高，他有点紧张，其实出现了掉木的动作。四叉跳接四叉180，这就是一个跳不穿接倒叉，有一个长串的0.1的连接，然后四叉跳接四叉180，还有一个加分。挺身前空翻接分腿跳接环接小翻，又一个长串连接。挺身侧空翻地主，四叉接环分腿跳接路跳，又一个第三个长串的连接，七腿转360 A 组。720，720下法。其实我觉得他一开始的小翻加拉步前团这个 BF 的连接串，也是他今年冬训当中新学的动作，但很可惜啊，今天也没有能够顺利的把这个动作给顺下来。整体看的动作是不错的，就是差一些熟练度，然后在木上还是有一些紧张，落地不够狠。没有关系，还有时间吧。但是他后面的表现还是很好的。对。整个人在平衡木上都呈现出了非常轻盈的姿态。因为福建队呢，在之前的团体赛事他们是排在第十位，并没有能够晋级到决赛的争夺，所以我们到了全能赛场上才真的看到邱启源一个正赛的表现。那所以这一次去年好像没有分团体，没有分两场，所以这一次是多了一天的调整时间，还是不错的。我觉得他除了这个新动作出现了一些失误，还需要一些锻炼和经验，他整套动作还是完成的很好。也要等待一下他今天这场比赛啊，在平衡木上的一个分数。6.1的起平，七分的完成。左同上了准备。接上法接了一个静木的舞蹈动作。蹲转两圈立足，侧空翻接倒叉，
的连接，十叉跳，分腿结环，接小翻，一个长串。四叉180接小翻，他在木上做动作好舒服啊，身体非常舒展。四叉结环，横木竖分180接横分跳，接竖分跳，又一个长串。横木舞蹈编排，挺身前空翻，地组。剑720下。左彤今天在比赛的过程当中会感觉他的连接非常的流畅，而且感觉他在木上的节奏也把控得很好。是的，很干脆，他做连接。啊，这个横木竖分180判定也不会有任何的迟疑。因为在今年的全国体操冠军赛呢，他全能是排在第八，但是从他今天在场上全能的表现来看呢，是比他冠军赛的时候更轻松了一些，状态更好了。嗯。现在在这一轮当中的第三轮，第一组的选手比拼的是平衡木，那已经有2名选手完成了自己的角逐，还有4名选手要登场，看看左彤的分数。5.9 D， 7.8 完成。这样左彤的难度和完成加上是 3.8。全空翻。好，今天站稳了地主的上法，卷子后直，一个技巧串的完成，前屈有些晃动，但是还是站在木上了。四叉跳接分腿结环接倒叉，不错，这串连接没有问题。蹲转，进入舞蹈。横木竖分180地主，横木倒叉，连接断开了。侧木的舞蹈编排，去广州。不错，落地一小步，一组的下法。其实今天他在上木的时候，我还隐隐担忧了一下，因为他在团体赛的时候，他的上木的时候就断了，就掉下来了。但是今天呢，感觉他的状态要比团体的时候更好一些。对，今天动作一看就比较狠，完成的比较干脆。其实我们已经看了有3名选手的平衡木的呈现，我也会想请教一下依林，对于今天大家在连接上的选择，您觉得现在选手们都呈现出了一个什么样的趋势和风格呢？嗯，一个呢，他们都具备了高难度的单个难度的动作，
然后在这些高难度的同时，他们还有做很多的连接的配备，就是只要连上了这个屏幕都是一个非常高的起评分。而且今天在完成的三个选手当中，他们的长串连接基本都是很顺畅的完成啊，张馨予 6.17.95 的完成。来，我们看韦小媛的屏幕，毽子小翻接数分，毽子小翻上法接数分跳接狼跳。小翻拉拉提，一个技巧特定的完成。四他跳，分腿接环，接小翻，第二个长串。嗯，今天大家脚底下都特别的稳。四他接环，接倒叉。一个静穆的舞蹈编排，吸腿转360，一个 A 组的动作，挺身前空翻 D 组，镊子第一组，毽子720下，底下的后援团有点太激烈了，我这喊的，我以为他要做屈两周下。感觉大家对于韦小媛今天这个平衡模式鼓足了劲儿，在那里加油助威。动作还是很漂亮的，然后中间的时候有一些晃动影响了，然后及时调整过来了。其实我感觉他今天在平衡木上呢还是比较的小心谨慎，包括他在呈现的过程当中，可能他尤其是下法之前这个等待大的时间也会稍长一些，做了一些调整。在之前的跳马和高低杠，韦小媛的分数都不错，要看一下她的这个平衡木。对，屏幕比完了就操，其实放开了上去比就可以了。对，第一组的选手呢，他们在第四轮最后一轮要比拼的就是自由操。现在屏幕还有两位选手没有上场，张清颖和欧雨山。现在是已经比到了第四位选手韦小媛等待下的分数，之后登场的是浙江的张清颖和广东的欧玉山。自由操应该是胡佳飞准备上场了，听他们的谈话当中。这样胡佳飞是这组的第二组最后一位登场的选手。
镜头现在给到了我们观众席，这一次好像整体的观赛的观众都不太多，是不是？其实之前可能团体赛的时候大家还是渐渐开始关注到今年的全国锦标赛，那今年的全锦赛呢也是来到了山东的济南来进行，那除了全能之外，女选手们之后还要会比个人的单项。好，张钦怡来看看她的高难度屏幕撕叉跳接撕叉180接倒叉长串连接，毽子后直接横分跳接狼跳第二个长串，是他结环接小翻，Johnson 跳横木数分接横木倒叉，断连了，但他今年的横木倒叉好像攻克了他的技术问题。劈腿360转起，直叉跳接数分180，一个 CC 的连接，准备下法了。这两个下不错，他这套干净利落高难度完成，而且还是蛮喜欢他的，就是力量型的选手，对，他只要完成好了就特别好看，他的平衡木今天的平衡木呢是以自己比较正常平稳的水准去进行着发挥。那之前的全国体操冠军赛，张钦颖的体操呢其实是呈现了巴黎周期的首个 6.8 难度的平衡木。还是感觉跟之前像佐藤相比呢，张钦颖就显得非常具有力量感啊！在今天的这场比赛当中，也是让我们感受到了他在平衡木上的王者风范。对，他的难度、他的连接、他的跳步开度都很不错。这样的话其实跟之前也是处于前列的选手韦小媛相比的话，张钦颖可能在平衡木上目前的表现会更占优势，对，他的起名分应该会更高一些，然后他连接基本都连上了。我们现在刚前来跟他说话的就是小张，浙江队的张欣怡，大小张是同时现在出现在镜头当中。哦，闪的有点快，没看见。哦，欧玉山，节目最后一位选手要上场了。嗯。上前手前团，不错，撕叉跳撕叉180，有一些紧张哦，倒叉等到最后一个还是有点紧张，
挺身前空翻，半腿接环跳接小翻，不错。好，慢慢呼吸调整过来了。侧目的舞蹈编排，细腿转两圈，镊子漂亮，地主。九百，垫着九百下地主，上前一大步，啊，稳下来就很开心的。我们到最后一项，好好发挥。是因为对于欧日山来说呢，他的身体健康还是放在第一位，目前也是处于一个恢复的状态。那这次的平衡木呢，也是呈现了自己全新的编排。那这套动作，您觉得他在难度储备以及在完成上今天这场比赛的表现怎样？有在尽力的控制自己，最后一个上场还是有一些压力，全场瞩目，然后几个连接都尽可能的去连上了，但是有一些小晃啊的小瑕疵，但是不影响他整套的完成。现在还是需要看一下啊，他们在这三轮的一个分数啊。嗯，因为马上就进入到决定着比赛的胜负的第四轮。对于欧玉山来说，他也是广东队的功臣。那么在今年的全锦赛呢，广东队也是拿到了女子团体决赛的冠军，但是实际上呢，广东队也是伤病比较多，所以这个冠军对他们而言拿的也不容易。作为专业运动员，在训练过程中与伤病同行是避免不了的，我们应该怎么样可以更好的保障好运动员自己的身体，然后再有一个系统的训练，让自己的保持一个系统训练，可以更稳定的提高，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对，伤病其实每位运动员都有。那现在四组开始进行换项，进入到第四轮，在这前三轮呢，邱奇源是 95.2 分排在第一，欧玉山排在了第二位。运动员开始准备活动，每位运动员准备时间为30秒。本轮在跳马的是第二组，广西选手韦小元是排在第三。那现在前三名的选手呢，分别是邱奇源、欧玉山和韦小元，即将就进入到他们的第四轮最后一轮。嗯，希望第四轮可以看到每一位运动员美美的自由操表现，希望他们都有很强的自由操张力的表现。现在欧玉山跟邱奇源之间的分差呢是 0.45， 那韦小元跟排在第一的邱奇源的分差呢是 1.4。 到自由操，自由操的几个特定要求，技巧串的间接连接或者直接连接有 0.5 的分值，然后纵轴转体 0.5 分值，横轴转体就是一个是转体782、900、1008、1440的，然后一个是两轴类的转体，然后第四个是跳步舞蹈串的动作，特定动作
完成了这四样就能完成这个单项的两分，拿到这两分的特定分。嗯，其实我们现在可能更多的目光还是聚焦于邱启源、欧玉山、韦小元他们三个人在最后一轮的表现。那在这最后一轮当中呢，我也想问一下依林，对于这三位选手在自由操，您觉得他们在无论是实力上还是在编排上啊，都会啊，在您的印象当中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发挥？嗯，我对欧玉山的自由操稍微熟一些，就是他技巧串加上他有很多高难度的舞蹈动作，所以构成了他的高难度的自由操。韦小元给我印象更深的是他整个外形，然后他的自由操表现力。然后邱启源的自由操我印象不是太深刻，所以我今天要好好看看他是什么风格的自由操，然后他都是什么难度配备。对，他也是有这次在他的这个自由操当中也是有一些新的舞蹈编排。那么在第四轮当中呢，第一组是比拼自由操，第二组呢是则进行跳马的角逐，第三组呢则会来到高低杠的赛场。那么在平衡木的赛场要进行比赛的是第四组。哎，我们看看左童的自由操。1008一组，单腿转两圈。单腿转两圈第一组，好，第二串我们看看。900前屈很漂亮，这个连接跨跳结环，接丝叉结环，一个舞蹈串的完成。蹲转两圈，屈两周一组，屈叉180。平稳的完成了他的自由操，完成了他所有的整场全能的比赛。是的，左童是今天场上第一组当中第一位完成全部四项角逐的选手，来自江苏。左童的身形比较的修长，所以在自由操的赛场呢，在整个跳跃的过程当中会感觉非常的舒展。嗯，转体动作还是有些脚腿空中姿态。今天这场比赛呢，自由操所有的动作左童都是全部顺了下来，相对而言呢，自己在自由操这个项目当中还是有着明显的进步。赛场上是不是有点紧张，都没看佐藤笑过。
小彤在今年也参加了全国冠军赛的比赛，当时在自由操的赛事当中呢，他是位列第八。今天的自由操相较于他的过往呢会较好一些，但是要看一下他四轮比赛的一个整体的分数。比较焦急的等待他第一个自由操的分数。嗯，看四点八，四点八的难度，七点九的完成。哦，张欣怡呀上场了。对，这组当中第二位登场的选手，这是来自浙江的张欣怡。15分360 C 组，900前驱 D A 的连接。斯塔180 C。分转两圈，记住。1008一组，很漂亮啊！这个1008做的，是他结环。点试跳 ，KC 的跳不串，哦，打坏，两周一组结束，挺好的，嗯，完成的很不错。感觉刚才依琳对于他的这个1080是觉得很不错的，对，他动作质量空中质量都很好。张欣怡，你今年的全国体操冠军赛呢，浙江队收获颇丰，拿到了6枚金牌，这其中呢就有一枚是六枚金牌，五枚银牌和三枚铜牌。这其中一枚银牌呢，就是来自张欣怡，她是拿到了女子个人全能的亚军。韦小媛要上了，来看一下第一组第三位登场的选手，来自广西的韦小媛。缓两周，漂亮落地。鸡腿段四圈，前团毽子小翻720，一个间接连接的技巧串。蹲转两圈，跨跳结环，
900一个地主结束，四叉结环接四叉180cc 的舞蹈串。算平稳的发挥了吧，我觉得。嗯，感觉他今天的这个蹲转还是有一些小的问题，但是这场比赛的自由操顺利的比了下来。下班了，下班啦，下班啦。小袁将自己今天的四轮比赛全部比了下来，其实对他而言，自由操是他的一个优势项目。那这四轮当中呢，可能他最为强的还是高低杠。是的。12.75。魏小人在自由操是获得了12.75。方清颖，我们来看看。15.540。前直毽子小翻团两轴，一个间接连接的技巧串。团身旋。四大结环。减跳，哦，蹲转两圈地主，去两周地主很漂亮的一个转动。其他结环180，第一组。来自浙江的张清颖，大张完成的很不错，他这一套自由操也有高难度的动作。前直毽子小翻团两周，一个 BD 的间接连接，其实对他而言，如果今天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啊，之前的高低杠可能还是有一些小的问题，但是今天这场比赛自由操还是有一定的潜力，有一定的难度性。虽然可能在呈现上它偏向力量型一些，13.350，我觉得张清颖在13点，张清颖她特别像平静的湖水激起了一些浪嘛，她的特色跟普遍的中国选手不太一样。来，我们看看欧玉三，毽子快速小翻，1500举齐了吗？
球过，哎呦，九百前驱失败了。蹲转三圈没过来，传两周落地很漂亮。七回转四圈，重心有点偏移，四下结环，四下180 cc， 哎，漂亮，直腿转两圈，地址还是有一点点替欧玉山可惜啊，这个自由操对他而言今天最后一项，他可能自己还是希望能够顺利平稳的比下来。又是一个教训，就提醒你。是的，对，每一次比赛都会有不同的问题出现，我们要及时做出总结。然后这一批的运动员好像有很多在直连，就是900啊连接或者是1008回笼的动作上，在连接的时候腿部力量的刚性总是不够狠，在连接的那瞬间总是有不一定哪场比赛会有一些腿软的情况出现，还是在希望他们在就是连接那一刻狠一点，去把一个简单的前团和前驱给顺利的接过来。就是只要开始做动作了，只要开始做动作了，就不要任何心虚的，大胆去发力，不要想着控一下或者等一下。感觉小欧自己也是有一些失落。虽然对他而言在临近全锦赛的时候去拉新的成套已经很不容易了，但是大家也会希望他今天能够在最后一个项目当中如自己所愿的去完成比赛。对，每一个运动员都希望在赛场上获得好的成绩，那么到赛场上跟平时训练的环境和心态又不一样了，我们应该怎么样在比赛中有一个稳定的心态，并且把自己平时练的拿出来，也是需要我们好好做赛后总结的。今天这场比赛欧玉山12.40分。来，压轴的邱奇源要上场了，很灿烂。环旋转站稳，一组的空翻。跟小帆团两周，很高哦，落地。翻腿转两圈，地址只差结环，只差180 cc。前走前直360。跨跳结环180，
骗子900地主的结束。嗯，足球顶住了压力，自由操完成的很不错。第一组最后一位完成今天最后一轮的选手来自福建的邱奇源。他其实个子不算高，但是他在他的自由操展示上，他是一个柔美的音乐，他的线条啊延伸的动作都做得很好看，我觉得这套自由操还蛮适合他的，主要他一笑还特别灿烂。非常可爱有青春活力的邱奇源。在全能比赛啊，第一开始他这个团训状态就找回来了。嗯，在之前全能比赛的资格赛当中，邱奇源就是排名第一的选手。那在四轮之前呢，邱奇源在前三轮也是总分排在首位的运动员。嗯，比完赛了，大家心情都非常的轻松。后面两场都是单项了，压力就没有这么大。邱奇源是不是？5.2 的难度，7.85完成，13.0501分。这样在总分的方面，邱奇源依旧是位居榜首之位。我们看一看一会儿这个成绩公布。今天这个全锦赛一零看下来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呢？还是他们心态上有一些没有那么紧张，然后相对放松，然后有在尽力的展示好自己的难度动作，有个别的套会比较刺激你的感官，会说哦这个难度很不错哦。今天的这场全锦赛内容排在首位的是邱奇源，欧玉山呢则是排在第二位，那张庆颖呢是排在了第三位。看啊，108/107，张庆颖是106.8。对，三位全能型前三名的全能选手，他们都有一定的难度储备，但是他们都出现了一个项目的失败，所以说我们既要有高难度，还要有高的完成率吧。那这样的话，2023年全国体操锦标赛女子个人全能的决赛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来自福建的邱奇源是成为了本场比赛的冠军得主，欧玉山则是排在了第二位，来自浙江的张庆颖则是排在了第三。那今天的这场比赛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依琳为我们带来的精彩的点评，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好，我们下次见。是时代经典，亦是世界瞩目，这是中国力量，更是我们的责任与担当。泰山体育立足新发展格局，坚定不移地推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以其40多年的品牌影响力和科技创新实力，铸就世界知名体育品牌，
全球顶级赛事服务商。作为双奥企业，泰山体育精益求精。